用说，相信大家也可以猜到 Z70 Ultra 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35毫米主摄，然后就是搭载屏下摄像头的无挖孔真全面屏。在各家的旗舰顶着奥利奥和卷着 AI 计算摄影的今天，努比亚的独树一帜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亮点呢？中兴从2020年开始发布屏下摄像头产品，同期还有三星 Fold 和小米的 Mix。四年过去了，只有努比亚还在更新迭代。而今年的 Z70 Ultra 使用的是京东方的无孔全面屏，官方又叫做悟空屏。谁敢是要扣钱的？我们惊喜地发现，纯白都几乎完全看不到摄像头，只有在最大亮度时才能勉强看到一点形状。UI 也自信地使用了浅色而非渐变，同时屏幕的分辨率、刷新率还有亮度均做到了提升。直觉来说，屏下摄像头会对画质有比较大的削弱，尤其是像这种几乎看不到屏下摄像头的情况。但打开摄像头时却非常意外，相比上一代在预览界面就明显清晰很多，更像是一个非屏下摄像头所拍摄的。正当狗仔要盖棺定论，认为是叠加暴力算法做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第三方相机 APP 里依旧清晰。虽然还是比不上传统的无遮挡的前置摄像头，但是在提高了屏幕清晰度的同时，又提高了屏下摄像头的清晰度，真的是 magic。 这次 Z70 Ultra 的影像相较于上一代来说，硬件上最大的提升应该就是主摄的可变光圈以及长焦的微距了。祖传35毫米主摄搭载了从 f1.59 到 f4 的物理可变光圈，在专业模式里可以手动进行多级调整。拍摄文档时 f4 可以让画面整体更加清晰，而拍摄主体时 f1.59 的大光圈又能提供更多的虚化和氛围感。曝光三要素凑齐了，就更有专业摄影的味儿了。主摄采用一脉相承的35毫米焦段，加入了最新的 AI 计算摄影，整体表现比较自然，计算痕迹并不严重，成像风格上会倾向于更加明亮。由于物理焦段本身更长，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同位置的拍摄解析力会比其他24毫米的机器更加好。当然这样对比是比较耍流氓的，但是35毫米的边缘透视形变在日常生活中的拍摄确实比24毫米主摄更加易用。旅行记录生活或者是人文扫街都是优势区间。依托于 F4 的光圈，这次还新增了一个星盲模式，仅对主摄生效，寻找点光源就能拍出这样的画面。长焦 CMOS 也没有变，但是这次的物理等效焦段从上一代的85毫米变成了70毫米，并且获得了15厘米的微距近摄功能。努比亚用户也不用再羡慕别人的长焦微距了，甚至还是主力长焦镜头的画质，效果相当不错。光圈从 f3.3 提升到了这一代的 f2.4， 在室内等低光环境表现会比上一代长焦更加游刃有余，使得人像拍摄和计算效果都更加好。而 OV64B 的解析力在白天光照充足的场景本来就是优势区间。比较惊喜的是，对比同期友商产品还略有小胜，只要不是极暗或者是极远的场景，这颗70毫米表现都还不错。超广角焦段从18扩大到了13毫米，可以拍摄更广的画面。传感器尺寸有所变化，并去掉了光学防抖，实测和上一代相比是有明显差距的，不过在白天单看整体观感也还算 OK。现在各个手机厂家都在打造自己的影调，那努比亚的人文模式也算得上它的影调了。整体曝光会比正常模式稍微低一点，对比度稍高，扫街会别有一番风味。而人文模式下的滤镜和普通模式也是不一样的，更多的是一些胶片或者是复古色彩的滤镜。狗仔就挺喜欢这款 AU3 滤镜，高对比同时暗部偏灰，颇有胶片的质感。说到滤镜，可能远不止这些。努比亚招牌的相机家族里有着71个滤镜，主打一个量大管饱，多多尝试说不定能玩出一些有趣的画面。视频拍摄和上一代也基本没有本质区别，三颗镜头都支持 4K60帧，而120帧的视频则仅在 4K 下支持。可以看到画质都不错，主摄和长焦都搭载光学防抖，手持使用也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次 Z70 Ultra 还增加了一个实体快门按键，位置在手机边缘，不会很难够到，也不会影响使用手机支架。两段式支持半按对焦、深按及快门，很有相机的仪式感。
所以在影像方面，其实相比上一代，它的硬件和性能并没有明显的提升，但是玩法和功能倒是增加了不少，并且 AI 算法的成像也更加自然，只是超广角爱好者可能需要纠结一下了。在外形上它也有进步，更窄边框，更大屏幕，手感也比上一代好了不少，重量比上一代轻了20克，厚度也减少了0.18毫米，电池反而比上一代更多了150毫安时。6150毫安时的电池配合80瓦的快充，续航焦虑肯定就不会有了。Z70 Ultra 算是一台向实用主义进化的产品，实现了近乎完美的5瓦孔全面屏，还有了更清晰的显示效果和屏下摄像画质。后置影像方面，3个镜头都有了实用性的提升，丰富的相机家族依旧可玩度很高。更大的电池和更轻薄的机身，搭配骁龙8至尊版，日常使用也更加趁手。这台努比亚 Z70 Ultra 会是你今年青睐的旗舰手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信息量超级丰富的特别频道影像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